我要经营原则，我将不向陈三变甘之的打。你侯总你怎么还呢？我顺着三年，我等了我机会，站在台位。我有自己的原则，我不想一辈子让人踩着脚下。你以为我是臭要饭的？我忍了三年，就是想等一个机会，争一口气，不是想证明我了不起，我是要告诉人家我。